念佛法门同于密法，是他力门，属于果教。行人发心念佛，障弥陀本愿摄受，微神加持，啊，加辟，护持行者，魔不能扰。 这是念老告诉我们，这个法门跟密宗啊很相很相像，啊，属于果教，属于他力门，啊，一定要得佛加持。 八万四千法门，佛有没有加持呢？有，不能说没有加持，啊，都有加持。但是这个法门呢，是这佛特殊的价值啊，跟一般呢不一样，啊。 所以，古大德称之为门与大道，啊，那个门就是八万四千法门，八万四千法门之外的一个特别的心门，啊，称为门与大道，确实，啊，跟密法。 是相似啊！前面呢，跟诸位说过，佛法真是无量法门呐、啊。从变化界、虚空界啊，这一切不同根性的众生，佛为了适应一切众生呢，就建立啊。 无量法门啊，戒淫的方便的，但是一切法门到最后啊，最后就剩了三门：绝真经啊。前面跟诸受苦。也就叫三宝啊。你看、啊、学佛入门，先受三规。 三归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把佛法入门的这三个门传授给你。啊，这三个门呢，无论从哪个门进去都一样。啊，进门是不同，到里面是一样。就一个房间三个门，啊，无论从哪个门进来都没有两样，叫法门平等呢，无有高下。啊。 可是这三个门呢，的确门槛不一样。这门是上上根人，啊，在中国大乘八个宗派里面，只有禅宗、啊信宗是走这个门的，这个门叫一步登天的，啊顿教，它不是。 啊，不是不是见教，它是顿教，顿邪、顿正、顿朝啊，你看看他有能力，把妄想、分别、执着一起放下，啊，同时放下。这个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是真不容易。 啊，放下呢就成佛了，所以，在理论上讲，凡夫成佛需要多少时间？一念，这一念呢，我们反复想不到什么叫一念。啊，一念是多长？一刹那不是，不是一刹那，比一刹那还要还要短，就是弥勒菩萨给我们讲的一弹指。 有三十二亿八千年，就是那个一年。啊，那我们今天算秒啊，我们一秒钟啊，大概弹弹得快的，有人比我弹得更快呀，啊，应该的时候一秒钟可以弹五次啊，我通常是用四次。如果四次，那就是一秒钟里面有多少个念头呢？ 有一千两百八十兆，如果谈五次呢，都一千六百兆。你说这个念头多危险？我们没有办法，想都没有办法想，因为想一下的时候都不知道多少念头起来了，啊，绝对不是不是一个念头。那个一念是指这个，只要一念断了，就成佛了。 啊，所以这个还在用比喻来说，啊，譬如我们我们现在最熟悉的、印象深刻的是电影，啊，现在电影用数码的又又不一样了，啊，我们讲以前的是用胶卷的，啊，用胶卷呢就是，呃，呃，就是这个胶胶胶片呢是幻灯片的。 啊，一张一张的幻灯片的，啊，这个照相里面叫副片，啊叫叫正片正片，啊，它一个就是一张幻灯片，啊，那么放映机电影放映机打开，第一张幻灯片照在荧幕上，镜头再关掉，再打开第二张，就换了一张了，啊，一秒钟。 换二十四张，啊，就把我们的眼睛欺骗了。我们看电影就好像是真的了，啊，其实它不是真的，啊，张张不一样，啊，是一种相似相续相，啊，相似绝对不是相同，啊，我我这个地方。 有一段呢，这个电影片，啊，二十四章啊，是一秒，哎、啊，张章不一样啊，没有一张相同啊。那么现在我们用这做比喻，啊，我们电影是一秒钟二十四章啊，那我们是佛给我们讲的这个宇宙。 啊，宇宙一秒钟是多少兆呢？啊，刚才讲了，如果一秒钟是四次弹指，那就是一千两百八十兆。我们怎么知道这个现象是假的呀、啊？那谁见到的呢？啊，经常教的常念给我们讲的。 拔地菩萨，拔地菩萨那个定功就见到了。那、啊、如果说一秒钟弹指五次的话，就是一千六百兆。啊，一千六百兆，假的不是真的。这个念头断了的时候，你就看到宇宙的真相了。啊，什么都没有。 那什么都没有现出来，是什么呢？现出来叫长极光 <coughs>，啊，我们净土里头最高的一个阶层，啊，长寂光里头没有物质现象，也没有精神现象，可是你不能说它无。